俄罗斯国防部在18号通报称，俄军在多个地区打击了乌军人员和武器装备，摧毁了乌军的一个存有西方提供武器的仓库。俄军还打击了乌军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。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报称，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与俄军展开战斗。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打击了俄军坦克、步兵战车等目标。